哇，他这样子没坦克，那文化你要保护好小天。文化小天，你们看着要用侦察还是支援就好了。支援啊！我就要丢信号弹，没有坦克，我就负责丢信号弹。可是我怕你的信号弹会打歪呀、啊，打准一点、啊，打。他、啊、现在是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可以吧？是的，一点外退，有这么歪吗？左边有人哦，大群，两只。但我忘记左边，他在右边巷子里面。一点外侧，两只。巷子里面有。靠腰啊！A 点进去了。他房子外面都冷。还有进到房子里面了，把房子封住就好了。都被你驱装。好。他们都被锁在房子里面。在巷子里面。里面他团铁轨那边。他过来，他过来。他们还有一个躲超远的，那根本就超废的。人他有人躲铁轨后面的山洞。知道，不要吵。他们都在山上 B 点右边的山上。We have taken out objective. 防铁轨那边。我们这边死了一群人。铁轨还有人吗？铁轨还有一只。铁轨。啊！那边啊！阿伦。哎，爸，阿伦。弹药。大军接上了。大军接。弹药，好，我拿。大兵用冲火兵拿，我弹药兵。艾克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。我还在。啊。伤了，谢谢。补血。你要走最近吗？走这边会有点危险的。不要到外面吗？刚才不是说起来了，外面有狙啊！养他，冲进去！哎，貌似真的是有，哇，都烧死了！哇，我这样还没死，谁杀的？完全看不出来。外面那只也死，好，烧死了！哇，救命！想绕屁屁啊，寇弟！我需要信号弹。好，我来找你。哎、欸、嘿，门锁起来，掉了，他就是秒懂。那、欸、那个点其实比较难打哦，第一点比较难打哦。好。我们要选那个。进来了。我被戳死了。我是建议从那个外侧打出去，不要从门那边。好，帮我跟他们说，对，绕外面，绕外面。因为我这边有人，我这边有人。绕外面，不要从那边。好，你们先绕外面，我在这里当那个牺牲品。好，你绕外面。我眼睛看，不要那边叫。铁轨那边，从铁轨那边把后面打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能打那个。要怎么讲？不会讲，糟糕！上来了，有人上来了，有人上来了。龙图骑兵吗？
逼掉兵也 OK 啊。啊，逼进去了，逼进去了，往前推。他们都在铁轨这个位置。不行啊！要把人清光团截准吗？好。哇！怎么有人？怎么两个小狼在那个边边那边都在干嘛？可是不说不要去那边打吗？要从旁边了。铁轨那边打、啊。你来这边打会死的。哦，还有人在房子那边，房子那边出去一定死的啦。应该可以吧？好继续。来呀，这哑巴。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。太多了，后面有自己，后面有一只要过来，他们闹背了，他现在上吊了。怎么样呢？敢退过去啊？信哥，对啊。What is this？ 信哥 ，Watch your boys。这死尸，刚好分到最难打的点。应该进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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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帮忙进去了。对面被攻了哦。阿伟，房子里面有。就来了就来了，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，嗯，进来了进来了，我装了，赶快装，装装装装装装，下面时间快装，守好、哦，我死掉了、哦，好，后面他们从后面来。到处都是人、欸、有人要硬，有人要硬拆，有人要硬拆，有人硬拆了，他打掉了，还有两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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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人趴在那里，哇，就手榴弹、燃烧弹什么的，直接丢，直接丢，全灭了，全灭了，全灭了，哇，勇敢。刚刚他从铁轨，铁轨冲啊！刚刚在里面那边死太多，我妈，我救二十个啊！我的妈呀！刚刚就看到有几个小人在那个还在洞里面，我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我
大饼队队的。换我们挡啊，直接。他从后面打，除非他是要偷装点，然后偷装点风险太大了吧？他们有些人守在后面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